又唔合格啊？今次衰乜嘢啊？我迟到啊！够啦，你考咗11次啦，上次就冇到，今次就迟到，你都冇心考嘅，算罢啦。我因为有事做，所以去唔到啫，下次一定得嘅。你霸住我个位，几时先到我考啊？就系我考咗11次，下次一定冇问题嘅。呢个测试我好俾心机练习，一定会过关。下次又下次，成日都下次，冇可能啊！大哥，你考咗13次先过关，唔通我考多几次都唔得咩？根本你两个就乱考。其实咧，咁样真系唔系好得啊！我哋呢盘村已经所余无几噶啦，三弟，你都练好啲先再报考啦。淡定，淡定。考试嘅制度已经改咗啦。改制？为了更加肯定大家的资历水平和提高业内的认受性，新建造业工艺测试的申请资格和要求会在2020年的1月1日实施。好啊，那就可以很快排到个考试。那这个牌不是更加肯定我们的江湖地位吗？有道理，有道理，但是我们都还没考到、在报考前应该了解清楚自己的能力水平，想想究竟到家未，一嚟可以以最 fit 嘅状态嚟考试，二嚟其他师傅都可以快啲考到试，咁就大家都高兴啦嘛。诸葛先生所言甚是啊！咁你今次就唔好迟到啊！考试前记得睇下考试题目同考试贴士先。系罗关兄，你都翻去好好了解一下考试水平嘅要求咯。而张兄你都好好翻去练习一下。咁我哋大家都要好好善用考试嘅机会啊！